Hello，你好，水哥。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冰川滑雪场这个赛道之王是如何跑的啊。Hello，你好，水哥。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冰川滑雪场这个赛道之王是如何跑的啊。看他如何跑得最快，套路好像跟我们都不一样，而且他用的是 A 车天启啊，这辆车是现在的最新的 A 车啊。这辆车我也抽过几次，但是连个体验卡都没抽到，也是干，很坑啊。天美出品，一组坑品啊。我们看这边啊，直接是这边一个弯道拐弯，拐过之后就有一个那个氮气啊，加速。它往这里加速之后啊，直接是往这边下来，不是往那个最上面上去啊。有的时候我们这玩都是直接往最上面冲上去，最上面冲上去的话，好像是会飘很远啊，很远。但是它在上空中的时候，速度就加速不了啊。然后它这边有个鼻涕之后，直接一个加速，砰一下就直接飞上去了，这个速度非常快。这个 A 车就不一样啊，四个火焰喷起来。A 车都这么难获得，以后要出个 S 车都不知道怎么获得啊。这张图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不停的飘啊飘啊飘，然后只要掌握几个技巧，特别是这些细节的地方，是吧？加速的地方一定要踩到，有的时候还有这边啊，这边有一个地方加速，有的时候都忘记掉了，就没有踩到，就破不了记录了。我们再看一下他第二圈的跑法，应该还是按刚才的套路啊，就是在那个跳台的地方啊，直接是不要往最高的地方飞，直接往那个地下穿过去就行了。我们就看他继续再看他一次套路啊。学会这些套路啊，然后自己再去跑这个赛道之王之后，应该是可以提升一些排名啊。最后一圈，我们可以看他现在身上已经有个集气啊，跳下来之后马上开个集气，开个氮气也不是集气，氮气啊，发氮气直接往前冲。刷刷刷的啊，就直接飘了。啊，这里有个，这个弯肯定是要漂移的，这个弯如果不漂移的话，很容易撞墙。剩下就是这个加速啊，飘啊飘啊飘。好吧，这一圈差不多就跑完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关注公众号，我就结束了。